看到了。想闹什么意思？你不不要乱。今天是平安夜，但这边都不过圣诞节，老哥不过圣诞节。本身有没有宗教文化的价值？没错。快跟花姑娘打招呼。嗯，我啥不来不来，我没啥。Hello。什么花姑娘？你们去哪儿？不要一直这样拍吧。镜头自动就跟着花姑娘了，这样就整个就是很特别。你要干嘛？哎，亮哥，对，你要上我的 vlog。什么？什么？说啥？睡觉，哥。一天到晚就知道睡觉，哪有办法？嗨屁啦！听哦，这个好像什么动物的叫声。那你的名字呢？有，可以。在台上有一个低音小失误，哎，不是小失误了，那个小意思，切个副总。最近是我们这边梁山的那个戏剧节，然后就我们公司这边都弄得蛮漂亮的。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很多东西就是像我们这周原本要演两场歌剧，然后都没办法演了，但是还是蛮漂亮的吧。我们演出演完，然后走出来，我想说就拍一下吧。其实今天是平安夜嘛，然后我这里没有什么圣诞节的气氛，但这个刚好凑合凑合吧。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喽！接下来我们剩下的演出就是12月31号的。跨年音乐会，新年音乐会，但是对我们团来说，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场2021年的音乐会吧，就还不错嘛，这里。
至少感受一点，感受到一点那个圣诞节的气氛。阿贝，哎，阿多西哦。阿伯，对不起咯，刚刚我们小小摔了一下，然后我就立刻爬起来，跑去看车，然后阿伯还躺在地上。你做的是对的，我没说是对啊，我们刚刚在那个地那边，主要是下雨嘛，然后稍微滑了一下。看样子没问题。嗯。车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。今年演出也演完了，今年的霉运也摔完了。我一摔，然后隔间一摔。阿伯，圣诞节快乐 ！Merry Christmas！ 跟你的粉丝说，快点 ！Merry Christmas！ 好了，拜拜。